是这样吗？对，冲啊！哎、欸，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很像裸泳吗？在我内心的在洗澡。咦？哎、欸，你太性感了吧！我们会进吗？哎、欸，你这样看侧面看超性感的，你好像可以出一本写真。大家，我现在人在台南，明天要在这边跟草爷拍影片。如果大家想看影片，可以去草爷的频道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这个饭店就是草爷，就是招待我的饭店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超级厉害的，有没有？给大家去看一下厕所，还有这个行李，还有这边有客厅，超大。然后这边厕所，主要是这边有一个很厉害的浴缸。这太夸张了吧！这有点像是什么小型游泳池的感觉。就是我觉得这个饭店是我现在目前觉得最满意的地方。谢谢草爷。然后呢，今天就是因为我来台南，然后我妹她就是住在台南的，所以呢，我妹就来饭店来陪我一起住。来，她就在这边。嗨，大家好。就是我来台南找你，开心吗？嗯，还蛮有点吓到。对，因为我平常完全不会来台南找他。没有，因为你也没有叫我来啊，所以我就没有来。没有，因为你工作很忙啊。对，然后反正今天又是因为工作来了。嗯，对，没关系，所以我来就很开心。我想说都已经来台南了，然后又很难得跟我妹在台南一起住在饭店里，所以我就决定要拍一支影片。但我的影片就是你们知道吗，就是乱拍的，所以大家就是纯属娱乐，就是看开心就好了。我都是那种很 free 的，不会说特别要 say 或什么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走一个，嗯，反正就开开心心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，首先我们要先去楼上游泳池玩水。而且我妹就是她想要拍，她又想要拍照了。她说她想要拍那种夏日饼给你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应该会先去楼上玩水。这是我们等一下要上去玩水的比基尼，颜色也太搭了吧。然后我是这一套，然后我妹是这一套，都好好看哦。好，大家玩水，拜拜。哎，琪，我来台南要准备一个礼物要给你，什么？就是超级可爱的睡衣，狗狗的，好可爱哦，两件。哇，我们也是狗哎。对，我们也一件，我们今天晚上的可爱睡衣，超可爱的。天哪，好喜欢哦。是 Double H 送我的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。我们来玩水了，而且现在温度就是蛮刚好的。我背你，快点，你上来。我之前跟丁仔也玩过这个，啊，飞起来了。你要再上来一点，你这样吗？对，冲啊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好舒服哦。嗨。车车，走吧。哦，哇，用头的。哦，哎呀，再下去一点。哦，好可怕哦！快跌倒了。这个太夸张了。哎，刚刚那个上下的超可怕的。真的。我到了。我的手指。哎、欸，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很像裸泳吗？嗯，还蛮像的耶。怎么那么像？这个人家看到会不会以为我们现在没穿衣服在水里？不然你证明一下你有穿衣服。我要出来吗？我先好了，我先。我觉得在水里好舒服。对啊，在水里很舒服哎。好，那就不要出来。玩完水回来，我已经洗完澡了。在我内心的在洗澡，而且他等一下要泡澡，所以我想说等一下可以突击他一下，超紧张的，应该会等他泡澡的时候再去突击他。突击，哎，怎样啊？哎，太性感了吧，大了吧，应该不会被黄。然后就继续玩手机，哎，又拍不到。哎，你不要太近哦。哎，你这样看侧面看超性感的，你好像可以出一本写真。
要跟你一起跑。来啊！我已经进来了，好舒服哦！我超喜欢泡澡的，我每天在家都会泡澡。我是每天都泡两三次，就起床泡一次，然后如果没有工作，下午会泡一次，然后晚上也会泡，一定会泡。我是泡澡达人，会，也会买那个香香的泡泡。太喜欢这里了，因为这边的浴缸好大，停下来可以先睡一下觉之类的。准备出去吃饭。我妹带我来这家，就是做精油 SPA， 然后还有按摩。下次还要再来可以吗？定费。嗯嗯，哇，好多辣哦！你这样不会太辣吗？太好吃了，不会辣。哎，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东西？我没有吃过这个哎。啊，甜甜的，甜甜辣辣的。我就说好吃。怎么那么好吃？台北有吗？我不知道哎，这是台南的很有名的一家。看你吃我都饿了，因为太好吃，我妹要再去点一碗了。太夸张了，好吃了 ，Oh my god！ 真的好吃。好的，我要回台北了，下次见哦。希望大家可以留言，看想要看我跟我妹拍什么影片，然后记得追踪琪琪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